公开收收费，我们被抬收了。老松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曾小妹。小张，不行，你这个角度太丑了。你要这样拍人才好看嘛。OK 我们今天又来吃晚饭啦，就带大家吃一家叫做耶咩烧啊，唔识读，反正系食烧烤嘅。今日试下呢间嘢，好似有分店噶，佢有少少似露营风嗰种。哇，好漂亮哦，它是露营风诶。嗯，哇，这里面烧烤也太那个啥了吧，好像很烟。哇，这外面还有位置。哇，外面有热喎，搞唔掂。系啊，坐入面的都系。哇，它这个室外场也是很好看诶，会有点闷，我觉得如果有风扇的话会更好一点。然后这里有一条小江，嗯，好有 feel。不过今天好像有下雨哦。很流行这种露营风的餐厅或者是饮茶的地方，也是这种露营的围炉煮茶啦，人家叫。这里还有一个酒柜，有撞对时间的话是有那个 live show 的，有一套鼓在这里，然后卖什么的都有啊。那这里点餐，它这个生菜是免费的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很多地方的那个烧烤生菜都是要另外加钱，可能15块，我就觉得很 low， 你知道吗？生菜不是烤肉一定要吃吗？然后它上了一个炭火盆，这就令人很舒服啊。温暖吗？舒服，就是有服务的感觉。可是他要弯低这个腰去吃，你知道吗？那感觉那个桌子如果高一点点哦，可是那个座位很舒服啊，然后那个环境很舒服，虽然声音有点大，可是不吵。烤肉，一人餐88元。还可以啊，很划算呢。嗌咗两杯酒，两杯精酿啤酒，好平喎！呢啲精酿15元杯啫喎，15元一杯酒喎，还有什么自行车？我们现在来试一下这个什么鹅什么？鹅汁，捞粉。好热啊！哦，鹅汁啊？系啊，烧鹅汁啊。普普通通啊，不是特别好。耶、yeah, ，我们今天喝啤酒，干杯！没有开车，没有开车就喝啤酒。把车过来。嗯，比较淡，淡淡的清香。哎，你这个好喝很多，这杯是我的了。哎，这是白桃乌龙，很好喝，那个桃子味。烧提灯，这个是生食啊？哦，熟咗噶啦，熟噶啦，你试下提灯。哦，怎么样？好香哦！哇，它那个酱烧味很香哎，甜甜的，然后很香很香的炭烤味。食一两串仲好，食得多就唔得啦。捞啊！系啊！哇，好好食喎，爆汁噶喎！好脆啊，我觉得冇咩臭味。但有少少腸的味道，冇咩異味咯。烤肉，呢個好好食。原來燒烤真係食嗰醬料為主嘅，即係好多嗰啲韓國燒烤咧都係同一種味。佢呢個醬料係甜少少，呢個粉咧有好濃嘅芝麻味。要沾一下所有醬。咁浓郁嘅酱料，系啊，虽然它没有那个配菜啊、泡菜、蒜什么的，可是吃下去也是很香哦，一点都不单调。我们先吃了，这种都不介绍了，我觉得都差不多。哎，这个台湾肠好像也挺胖，挺好吃的。香肠好吃吗？来来来，试一下。应该要问你哦。啊？那挺好吃的。有冇台湾肠嗰啲感觉？定系淀粉肠嚟噶？是不是高质肠？买个肠，写呢个先。咦，减少少。嗯，半高质咯、哦，中间肠，减呢个蒜蓉辣，减少少粉，都几好食嘅，唔错 ，OK 啦。
牛髀好食啲。嗯，但佢嘅菜超級脆，仲要係免費，嗌多幾碟菜先。好啊。冰鎮過。你唔點嘢食咩？齋食啊？做喎，因為煙燻好燒喎，睇下。好食。我比較喜歡吃雞。得意。得意啊！我都睇得呢樣嘢。那蛋黄超浓郁，爆出来，超香超香！你真的不来再来一串吗？我够了，我可以吃十串。不用了，我不忍心再吃两个。不是很喜欢两个蛋，每吃两个就有一个鸡，是遭殃了，好吗？点了一个小串的羊肉串半打，哦，36块，6块钱一串，这是中的吗？感觉好小哦。不很香啊。嗯，闻上去超骚的哦哟，高妹。呢个咁嘅嘢，佢好似收6蚊串，我不如去新疆嗰度食。新疆烤羊肉好似4蚊串啫。好老啊，好臭。靓啊，我觉得呢羊肉只系嗰啲急冻货。佢冇咩弹性，一咬落去全部都系嗰啲粉嘅味啊！我啲烟烟韧韧羊肉有嘅肉感，然后系收6块钱一串，还挺贵。今天一共吃了那只脚仔，183吗？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记得点赞、关注、分享。搭车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以为。哎，看我可以剪片，那么贵、没有醉，上次才是真的醉。上次在那个深圳那里，是真的醉得头晕。今天是蒙着的回家。我们今天有请小郑来示范一下。咸鱼买了这个健身垫，然后它其实是给那种滑冰运动员用的。我刚刚滑了10多下吧，开始喘气了都。你示范一下正常人是怎样减肥？正常要穿鞋啊，冇穿拖鞋啊，好危险啊！然后套个鞋套之后就会好跣噶啦，之后就在呢边踢过嚟呢边，系啦，劲大力踢过去，系快啲！呢、这个人要乌低，喂呀，成个反起啦，好危险啊！你咁样我点拍片啊？系咪啲观众咧搞到人哋落定之后咧？系啦，好似人哋溜冰咁。大腿内侧就会很酸很累，是一个新型的运动。然后还可以减肥，对，要矮啲嘅人哋，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咁矮，系啦，有 nowhere。其实呢块垫对你嚟讲系咪太短啊？对我嚟讲好长，我只脚好似冇你咁。人哋滑冰嗰啲系两只手摆后面噶，即系乌低乌低，系啦系啦，有 nowhere 啦。系啦，有那味儿，有那味儿，觉唔觉得减到肥？瘦咗。哦。有，减肥。啊，佢仲有个动作咧，系咧两只手，系啦，咁样都可以减肥嘅，系啦系啦，咁样差唔多咁样咯。咩？唔系踢咧，交叉脚踢。條腰要高嘅，系啦系啦系啦，得唔得啊？有冇练到腹肌啊？我觉得好似一条咸鱼。嗱，正确嘅姿势，做运动嘅姿势，搞腹肌嘅姿势，示范下。好，这样。系啦，条腰高啲。系啦系啦，唉，好正确，练腹肌。母亲的暴雨被落进的她，乌云在头顶会不停的下。